大家好，我是小狼哥爸爸。很多人看我们的影片说小狼哥好怪哦，好怪哦。每次看到这种，心理上觉得有点对不起小狼哥。有怪的时候有乖，可是也很不乖，很痞，超痞的。而且现在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小狼哥最近很爱打人。하람이어디가어디가요어디가요하람이오今天穿得很帅哦。小狼跟妈妈选的鞋子，她选的我不习惯。하람이아빠한테오세요아빠한테오세요어아빠한테오세요给大家看一下你多不乖，给大家看一下你多捣蛋。好，很捣蛋，很皮。先生。来米乱，阿班听我说，阿班听我说。小来米哥哥，哥哥你好。小来米。他要玩那个另外一个哥哥的玩具，不给他玩就开始闹。要回家了，回家了。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啊。一个大冰美。我有一个这个几杯。几杯。好，谢谢。哪个蒸蛋吗？对。还有呢？还有一个托福，麻烦托福，一个这个，好丸子，还有呢，谢谢，谢谢你啊。家附近要开大叔窑具，太好了，走一走可以买尿布奶粉。卡拉米，妈妈먹자，卡拉米，妈妈먹자，妈妈。자자리로누우세요여기가람이자리로누우세요그렇지알지자맘마줄게먹고코자자小狼哥最近很爱打人，可是我是相信，小宝贝打人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宝贝成长的过程的一个部分。以前小宝贝的时候，喂他喝奶奶，哄他睡着，换他尿布就好。可是现在他有自己的意见，他要玩这个的时候，我们不给他玩，或是我们不懂他，他很生气，然后打人的这个动作出来。我觉得小狼哥是比较个性比较急，他还不会讲话，所以这种大的动作他表示他的想法。所以我最近很认真的做功课，对这样子打的小宝贝怎么着比较好。很多人每个人都说的不一样，我的话，我看到小狼哥出来这种动作，会打人的动作，我先抓着他的手，低的声音骂他一下，让他知道这个动作不对。这个可能需要时间，有耐心，慢慢的教。小狼哥心情不好。这是宝贝吃的面，我不知道有宝贝的面，给小狼哥吃看看。爸爸准备小狼哥的饭，小狼哥亲姐怎么这么乖？앉아서기다려가람이맘마기다리고있어요거기서
目前小五郎哥吃的还 OK， 我刚才有先吃看看了，棉很软，然后味道也是很淡，还不错，只是，哎，吃的乱七八糟。喂，小五郎哥吃饱了，吃饱了就开心。如果小两个只是轻轻的搭，我都不用说。可是他搭的时候真的很用力的搭，而且很准，每个都搭到脸。我又问我的妈妈，我小时候爱搭人吗？妈妈说没有，然后也有问，姜母娘，老婆的妈妈，我老婆小时候宝贝的时候爱搭人吗？也没有，到底她是像谁？最近小两个搭人，越来越严重。如果你们有这种经验或是好办法，拜托跟我分享一下。今天的影片，到这里，感谢看我的影片，哈密，拜拜，安娘。안녕小两个心情不好。